商雅的排练场，那我是目前商雅的负责人。我自己所学习是大野一雄的舞踏。那从我到大野一雄，他们日本的排练场，他们家的工作坊，就亲自去学习的心得是，很多东西都还有可能在发展。 个人觉得，即使是舞踏创始人土方训，到他生命要结束临死之前，他可能也还在感觉舞踏，他自己创造出来舞踏，跟他还没创造出来舞踏，那之间的种种。那对我来说，大野一雄就代表一种不是大多数人 认识的他，然后从那个之中，我另外觉得他跟我所知道的静心会很有关联，所以就会可能就需要讨论一些说这两者之间到底是如何关联在一起。其实就很多层面是没有关联的。 就他们的各自的历史发展啊，他们的领域啊，然后参与其中的人的类型是都是很不一样，所以在奥修静心工作静心那个范围里面，我大概能够理解到有一块是跟大一雄很类似，或者应该是说。 一个是艺术家，一个也许叫宗教家，然后在他们的生命，在他们领域中，会碰触到一条是相通的途径。那其实有另外一个观念会出现，就是客观艺术。那客观艺术很简单的说，就是静心，有经过静心的艺术。 把激烈的东西回归到和谐，啊，把和谐的东西再重新调整到它出现不一样的可能性。那它的重点其实就一直在身体真正的状态，啊，身体真正状态跟身体的能力、身体的动作不一定相关。 那很多专业舞者，他熟悉的是能力技巧，那可能他已经就会很习惯这个身体运动表演的方式，那反而离不管大一雄舞踏还是静心舞踏，反而不容易这样。那完全没有舞蹈经验的人。 有时候是更容易，如果说他的内在的特质是相似，但不是说身体可以不重要，而是说如何让那个一个身体是从他内在出来，然后他内在有真实的触动，然后那个可以传到身体，然后身体再形成他。 能够呈现的方式，之前主要是地景啊，就是前半年这半年左右。那这位做地景艺术也是我们的朋友，觉得他的地景，虽然是有一些静心的特质，那可能就是他个人的特质，他的生命的质地就是如此。那地景这个形式本来。 也就是可以很能够跟大自然、跟天地去接近，这样进入这个自然空间。那在那样的空间环境中，静心的感受是比较容易，然后从那个感受中去产生舞踏，可能更容易是让这个舞踏走向。 静心艺术。
方向。